今天做一份海鲜大闸。炸锅。八爪鱼。八爪鱼。龙虾。这么大的我第一次进。哎呦妈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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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料酒鸡精。酱油上上色。做海鲜一定要加醋啊！加醋香，特别好吃。最后加点油水。喜欢鱼的生活的给我点个双击，加关注，不关注我下不到。一个下个视频开始，双击，满满的一锅熟，熟了，二爪鱼，兄弟，大厨先生，搞上一口，搞个一口闷，加点辣，不辣不欢，太过瘾，都加点。你们老铁一定要给我一个来个双击啊！超大个的皮皮虾，虾婆子，比较一下，先吃个小的，从小到大开始吃啊。大怎么吃啊？大了我，这还我第一次吃这个，还不怎么，哎呦，哎呦，你看，第一次吃这么大的，不知道从哪国家邮过来的。怎么吃啊？这个是不是也是跟皮皮虾一样呀？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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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看肉，来尝尝怎么样啊？我操，肉那么多啊！这比皮皮虾过瘾了，怎么这么好吃啊？没吃过这个东西的，一定给我点个双击啊！二斤的海螺，捞起来。
我可是高手啊。啊，这是它的黄，黄和窝黄是不是特别好吃？兔子，拿下来。龙虾，搂起来。家里有矿呀，天天吃龙虾，天天吃龙虾。哎呦。今天星期天，对，我女儿放学，留着给我女儿吃。啊，吃个老鸭头吧。哎呦，有个龙虾头都吃已经不错了。虾脑特别好吃。哎呦。真香。